别的日子，我们不仅迎来了我们2021年首个线上直播实体活动 ，M Live 人展现了非比寻常的决心 ，M Live M Team 团结的精神 ，M Team 在有限的条件下，在自己可以把握的时机下做到了极致 ，M Live 人用他们不放弃的信念和追梦的创造力，带来了不少令人惊喜跟令人动容的好成绩。静静的，不爱说话的人，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两个字，叫做努力。他什么都不说，只会做。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现场的朋友们，掌声送给他，我们 M Live 新歌 Team Energy 安森利。不到3个月，竟然可以把一个打死不上台的人训练成今天打死不下台的 安森利。不是因为做到才相信，是因为相信才看见，看见才会遇到对的人。感谢上帝，我没有放弃，我今天终于做到了。